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，OK，下面网友是神魔之塔。那我们现在的黑铁时代又开了新的篇章了，叫做机械城之传主线第一章。那我们看一下主线第一章第一话，那我们就是展示一下剧情啊，那我们快速带过去。大师已经打过第一章，可是那个时候没录到。对话应该还有吧？啊，还有，不要吵，我还想睡。仿佛要违抗那人的愿望般，噪音比刚才更激烈，是要把那人吵醒。够了，是谁在吵？哎，这是哪里？那人左顾右盼，发现正身处在陌生的卧房里，剩下的是华丽带窗帘的公主床。噪音来自右方露台，那人下床走过去，打开大门，然后见到熟悉的他。好，快速。哇，这一队好像不太好打，因为这队是我用来就是练技能用的。最近的滑鼠有点怪怪的，已经快坏掉了。真转租，我转到一半，突然就会断租。哇，他这次动画做得非常好。香诺奥斯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地狱大师。那你还打我？找我，头好痛！最近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清楚。一醒来便不见你，好不容易感到你的力量，来到这里找你。我只记得你和你一起跳进漩涡，之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现在也和你重聚。哎，加诺奥斯，你又会受了伤啊？哦，那应该是飞过树林时割伤，但只是皮外伤，都已经结痂了。反倒是你不觉得很重吗？重？不会是我长胖了吗？一定是我吃太多贝利做的料理。不是这样，你穿的这身盔甲不觉得重吗？盔甲？我没有穿啊。召唤师摇头，脸上满是问号。加诺奥斯刚才走到房间，飞到房内的全身镜上，扬起翅膀示意召唤师走过来。召唤师一直是走过去，然后镜上倒影的影像锁镜下，镜里映照出一个由头至脚都是金属部件的人形。不是吧？为什么会变成机械人？好，我们来主线第一章第二话。他这个一章不知道几话。好，我们用八龙队打。正当召唤师对自己变成机械金属感到震惊时，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一把娇柔的声音响起。早安，亲爱的客人，你醒来了呢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是谁呢？无论是谁，这就是打听消息的好机会。进来吧。房门被打开，迎面而来是一位年约十来岁的少女，漂亮脸蛋挂着开朗的笑容，她精神奕奕地走过来。你好，少女走着走着竟平地绊倒，失去平衡往前跌，她慌张的双手乱动，竟抓住召唤师。召唤师没预计到这股力，整个人往后跌坐，机械手臂勾到公主床的窗帘，轰隆隆，窗帘被扯落，撑起窗帘的铁框被拉落，撞倒床旁柜上的花瓶和书本，他们哗啦哗啦跌下来。短短一秒间，完好的房间被弄得七零八落。目击这一切发生的加诺奥斯瞠目。啊，忘记了这队要消多点珠子。
冷邦龙，各位，这是我滑鼠坏掉了啦。这转出很，转到一半坏掉，很尴尬。这在某种程度来说很厉害呢。我又搞砸了，为什么我会笨手笨脚的？不好意思，能方麻烦你先挪开身体呢？很抱歉。少女挪开身体，赵望师总算可以站起来。他伸手拉起少女，他站起来，拍拍沾沾裙上的尘埃，并笑着向赵望师道谢：“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那个，请问你是谁？”“我叫维珍尼亚，现正在市长厅中工作，是市长大人专属女仆。”“市长厅？这里究竟是哪里？”“客人，你不知道吗？这里是机械都市曼加迪哦。”“机械都市，所以才变成这模样吗？”“哦，好，再来是主线第一章第三话。”好，差点忘了任务。这位客人，市长大人想见你，要麻烦你跟我来哦。市长吗？我也想见他，因为我有满肚子问题想要问他。于是召唤师和加诺奥斯跟随维珍尼亚离开房间，来到蓝岛。我以为房间已经很华丽，想不到外面更加宏伟，足以媲美王宫的规模。走了足足十分钟，他们终于来到一道以金漆，哇，这个字上花纹的大门前。维珍尼亚推开大门，并示意召唤师坐到门后的沙发上。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先去召市长大人来。维珍尼亚啪嗒啪嗒跑开去，留下召唤师和加诺奥斯。仍处于混乱的召唤师坐立不安，干脆站起来走到窗前，一览整个都市的景观。这里建筑物和伊丽莎白他们所住的城镇很相似呢。对，我飞来找你的时候也发现，看来我们这次能身处于黑铁时代的世界。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本来的时代呢？召唤师正想转身之际，突然一道高大黑影出现，并冲过来一把抱住召唤师，并以低沉温存的男声说话：“哎呀，你终于醒来了，伟大的奇迹！”“谁呀？”我滑鼠真的怪怪的啊，要花钱买滑鼠。好，大家不要嫌我转珠烂哦，是滑鼠问题哦。我现在按超大力，它才不会断掉。我的滑鼠，它真的被我按到坏掉了。他们推荐的好滑鼠啊！第三关，好，最后一关。这边动画做的还不错啦。哦，这什么？为什么把我那个锁起来？地狱级的会被锁起来？哦，没事。第二、第五主动技能不能攻击。OK， 好，先打中间的。
哦，巴龙打这个是超好打。虽然不会痛，但有点难受。能轻易放开我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失礼了。男子松开张望师，这时张望师总算认清他的面目，穿着一身洁白大衣，戴着头盔的高壮男子。哎呦，你好，我是机械都市曼加底的市长西蒙，幸会。你好，我叫地狱大师，他是我伙伴加诺奥斯。张望师紧握西蒙递过来的手，西蒙的衣袖因这动作而滑下，露出里面的机械的手臂。他的身体也是机械的身体，他也和我一样变成机械。是你把我变成这个样子吗？快把我变回去。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什么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一次，再完成几次啊？我们看一下啊，哦，第二张，OK， 它就亮一颗而已，所以应该这样就过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就能追踪到最新消息喽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